叫 Jerry， 今年23岁，在这家音乐店做老师。是我跟我哥哥合作，他在外面有一些 part time 是教学生，那在慢慢的我帮他的情况下，我们一起就做起来，学生慢慢多起来。因为小时候妈妈就是会放不同的流行曲啊，看到 Beyond 那些，感染下就会喜欢上音乐，就是在18左右，主要是学电吉他先的，那其后才学鼓的，所以我会慢慢去教导他们去享受音乐吧，就是听音乐。一些我们一直开店，从头跟到我们现在7年也有接着学，也有70到80岁，教一些公公婆婆那些比较简单的乐器，尤克里里嘛。那比较小的就是4岁左右，30岁。我教的学生也是比较听外语的比较多，那么好像不太会香港自己的歌曲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可惜。香港的音乐比较低潮一些，所以我们也想继续努力这一方面。Process 翻译出来就是期许嘛，就是我们想每天的教学里面，我们也要找到一些热情去 keep going， 就是慢慢继续下去。